好，欢迎回到超级霹雳会。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好戏在 Uncle。那在看我们今天的精彩武戏片段之前呢，还是要跟所有的戏迷朋友们讲，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么精彩的武戏呢，如果你到片场看呢，你就会明白一段呢，可能5到10分钟的武戏，我们的操偶师们、还有后制们、还有导演啊、还有场制啊，他们要花很多很多的心血来完成它。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武戏啊非常非常的精彩的话，记得到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比如说操偶师，或者是我们的后制，或者是我们的场记 ，anyway， 你任何知道的幕后工作人员的脸书啊、IG 呢，去给他们鼓励一下，你够好唔好？来，赶快看一下，好戏在 Uncle。力度起步，好。真不要！天竺金龙，你真是令人愤怒，令人愤怒啊！好，木匠龙今天也要大开杀戒。好，有何两位军官进来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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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众人五风齐聚，配合得天衣无缝，抓来勇飞地动物，化蛟变人，苏焕新见久攻不克，赶紧以五灵之力转身一扑，五灵斩金龙，将之灵穿，当青龙身，男子出飞，蛇叫护林，白行武功。见天雄一浪，武灵之气冲杀四周，顿时风云变色，飞沙走石。天赤金龙进来势汹汹，也运出体内五千勇。五千义龙行，好！五风合五灵，五灵对五星，红龙一小象，九天破雷霆。现在使用之前，该属武力，后天要用武器，养足东西敌人。哦，好。吼！吉翁先生。就是计策之灵堕落，好，六中伏一王人一力魂体发印，六刀切断四勇连结，前进，好，做梦之节曲剑，一路天色。北海无血，英雄逆天发印。有如一鳌之首，要从西戎这边而来。海虎自小教我出招，交代我飞到最后关头不能动用，原来这是为了刺客。我
修真是别费心思，就凭你这力量，能改变什么？西陵既是旧怪会自由控制，那就代表怪会要控制西陵的力量。好，王父，你真要为他人与我对立？我们是为了让你控制人民，而存在更乱。母亲圣人，有人困住我多久了？再不救人，玉环必死无疑。但此刻就将玉环转移他处，让后天顶替使用，万三人必定动中此地。我这一生有阴谋与谎言骗子，直到今日，我才发现我所拥有的一切拢是假。至少这一路上，我认识真侪朋友，在恁身上得到的温暖，拢是真的。我够幸运了。做尽一时凌乱，如今将军。秦娜正以最后的温度，坚决不放，不愿尽付破鸟。苗玉环甘心以此生交换命中仅存的亲情。帝王先生，如果你这个人有哪一丝情，那我一切心甘。尽管剑秀，请你还我死者安宁，终止这一切吧。苗玉环，再无力尽力拼死，我今后天将由你了。啊！玉环。那个分定义父亲温秋切的寻求天色最终的量以及行就是现在无不获救顺要行风将心无必以通明明初心亦将心不仅人中间相心将报业东流，最后一点回忆，随性命妖孽吞声，缓缓堕落的王者，只以茫然相眼，再无力眼看那敌营一生的力量。结束了。玉环都结束了，咱回去吧。你终究与七太祖有关，严急求情，劳力专苦，专心斗士八海路，一将功成万不过，最终。既留下无可言辩的结局，生死成败，帝王同游矣。OK， 接下来是我们的哈烧新偶像，他叫做纪承桓，是有容温俗的贴身的随从。但是不要看他是随从哦，他是深藏不露，武功非常的高强，然后很喜欢抬杠。可是呢，我觉得他的造型啊、哦，就有一点中性啊，对，就是还蛮秀气的这样子。那如果想看他精彩的表现呢，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霹雳侠风》。百年倦客纪承桓，
百年倦客，三生习气，放神八极，意气成环。玉龙隐士的贴身随从，自小就跟随在玉龙隐士身旁学习，为其处理事务并担任护卫，喜爱与岳云生抬杠，擅长泡茶与吐槽玉龙隐士，对玉龙隐士的任何命令都使命必达，两人之默契搭配无需额外言语，更深知玉龙隐士的底细。腰间既有玉龙环，能化为武器玉龙矢，灵动莫测，变化自如，平时深藏不露，但一层智退离无双，协助剑子仙姬对战异藏天道，力挡霍青云一九名之招，总在言语中要玉龙隐士协助道门一九名等人。同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霹雳侠风第31章还有32章的 DVD 封面抢先看，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记得现在我们全面在防疫，对不对？防疫呢，除了大家勤洗手啊、喷消毒水啊、戴口罩之外呢，我跟你讲，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你的免疫力。那如何提升免疫力呢？当然吃的健康啊，最重要的是到户外走一走，运动一下，吸收一下大自然的芬多精，这是提升我们免疫力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不要只顾着做这个表面的，从内在的更重要，好不好？从内在给它健康起来，就是防疫的最棒的这个步骤了。好，同时不要忘记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钟锁定我们的超级霹雳会，我是小迪，下礼拜见，拜拜。